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道士宝，我是宇哥道士宝的助理朱红 boy， 你说吧，今天找我干嘛？你之前是不是拍过一个娃娃机的视频？很早以前，5年前，我老粉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商场，这个商场里面有26台娃娃机。今天我想试一下，花多少钱能在每一台娃娃机里面都夹出东西？你觉得大概多少钱？26台，运气好300块，运气差800块，我觉得大概1000到1500。现在下午5点多，我还挺好奇要多久呢？你们好不好奇？好奇的话就点个赞好不好？今天抓出来所有娃娃全部送给你们，今天的消费由郭公子买单。他这里是可以直接买的啊，先买388的好吧，448个币。还是先点用全出的话就不能再存了啊。哦，好，全出。哎，我们有点蠢啊，我们这样也要一直拿着一堆币啊。好重啊，哇，这个挺沉的，是吧？我来一次，你来一次，轮着夹，好吧？看这个钩子多个，这个应该一次是能成，就一次了，好吧？这个就一次，这个就一次。它有一个技巧，因为所有的钩儿都是活动性的，下去之前你要像我这个样子，多年的娃娃机经验 ，magic。那我们一人三次吧，要不然一直换相机太麻烦了。这个给我的错觉就觉得特别容易夹起来，你看这个钩子特别多。我今天在这玩一天，腰间盘突出给我玩出来，因为没有这么高的人，比如椅子，有些很扁，它有些那个玩意儿，这有什么技巧吗？这怎么那么难？我觉得抓娃娃比这个简单1万倍。我掉这个了。你早上掉这个了？这个我们夹了10次没夹出来一瓶。你十次至少一瓶，我让你来夹这一次。你来，学习一下啊。一边下去一边晃吧，看起来有一点。哇！哇！哇！快点！你说吧，我会了，你从小孩哥那里学到了。他甩的很大的。这小孩夹住了。500块钱夹不出一个吧？那也太那个啥了。我来试试。你又来试试？没事，你用我的币，我就直接变成代练在玩了。哇，你们给我们拿一瓶挂在这个上面。我懂，这个能算过吗？要非说的。我觉得先这样，暂且算过，我们先去弄别的。先弄别的，好。我先来，这个真不难，只要触碰到娃娃类的了，感觉还可以。这个滑的一啊，就是它这个抓力又小，毛又滑。哦，还行行。我就要这个。它的头啊已经掉出来了，证明着它马上就要长出来了，这个样子。回去了。不用吧，给我干嘛？太惨了，太惨了！需要摆一下吗？摆一下！可以，有了，就它，三连。现在，我们等会要抓很多的，这个筐都不一定够。全部抓到一个，没错、啊。来，还有谁？我们不接受施舍。我现在还好多。还好多，他什么？没事，我们收送观众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各位小朋友。你说这个好夹吗？好夹。哇，有戏！哇，马上快了，进度加快了，朋友们。有了。越来越远了，过于。他是什么意思？他有点瞧不起我们。黄色的吧，我觉得这个有戏。三连，我还有2个币在这个里面怎么办？退出来，退钱。好像退不了。那夹到了，万一真夹出来了。对，翻过来了。对，下一个，长得跟我很像。人家是国宝，我是郭宝。
这个圆的更难抓，我觉得。哇，这个好难，是动都不动的，太难了，这个有点不合理。合个账，你们把这个抓出来，我们给你合，用我们的币。这摁一下有什么说法吗？会紧一点。太难了，直接合吧。这里侧重一点，完了，滚进去了，完了，这个跳不过去了，这个巨难。要不让他再摆一下，再摆一下，太丢人了。能不能再帮我们摆一下？刚刚也是这样摆的，能不能换一个摆法？这有点过分了，这个都掉下来了。你这再夹不起来，你真的你这肯定一次给你夹，就夹这个头，松爪的时候那一瞬间，它顺着这个弧度，它就掉下来了。好好好，是不是 ？Surprise！ 戳它。你来，我妥了。这个肯定是好抓的，受力点很多。对对，这个好抓。这样吧，你三个直接夹出来好不好？我直接夹出来，出来不开玩笑了。卡住，加速了，好吧？实力，下一个。这你看长得这么可爱，可爱。现在加了快一个小时了，我们通关了五台机器，很大的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耗在了旺仔牛奶那个上面了，后面就快了，想让它的鸭脖。我刚才刷新它的概念，你知道吧？让它以为我是很弱的，这次我就骗过它，我直接一个狠狠的加，它就会出来。牛。不规则的图形啊，好像确实好夹很多。照外机啊，一定要学会观察，朋友们，观察。啊，观察，加速了。要不要摆一下？不用。你看这怎么样？哦，来，有了。哇，这个好夹，这个好夹，因为它在这个口子这儿。给你机会，给我抓一次。他头太圆了，其实抓不起来的。哦，油啊！现在开始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抓，加速。这个巨好抓，因为它上面摩擦力大的一批。我发现了，这种好抓的它概率就低。你走呗，小朋友，没事。哦，弹出来了啊！伸爪子的时候弹出来了，连我这个抓出来，你还没抓出来。两个了，没让他摆哦。你那还没夹出来，根本已经两个了。我现在都没办法跟你录，我们要隔一个机器，先把这个夹掉。你要不要让他给你摆一下？不用，你再帮我摆一下吧。这都掉不出来，有了有了，真有了！啊，这就像是技巧，技巧。这两个，好吧。我这只能赌它不松爪，你看。好抓，但是呢，抓住它只能靠它不松爪，朋友们。哦。现在夹第十四个，这口很快，交给你。我可以。哇，这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动作。口渴，但只有一瓶，我给你夹一瓶出来。啊，哥把你拽到的，你把哥拽够的呀，把哥。丢一个币，出了。
只丢一个币。你就轮着捡这个是吧？一直都是这句话，只丢一个币，只丢一个币。只丢一个币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只丢一个币。越弹越远，只丢一个币。游戏结束。游戏结束，只丢一个币，说用一个就用一个。有了，这个篓子还有十一台，这些币差不多。手指都在冒硬币的金光，朋友们。哇，这个三个币一局啊，谢谢石头哥。哇，这怎么对得准啊？这个真的很难参考，他连个阴影都没有，这怎么对得准啊？他就那一个磁铁，你必须要标准。那、啊、你夹到了？对，三个币啊。三个币就夹到了。啊。随便按一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在侧面看，然后你在正面看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配合的，夹哪个？这个，这一包，这个金叶是吧？对，再往前再近一点，前不了了，夹、啊、不到，碰不到的。那后面这个好，这个紫的，我往后，再往后一点点，啊，就是结束了。OK， 就这里。OK， 我这里是对了，你那不对啊，再来，你这样对齐，我这样对齐，就是十字了。对，你的眼睛是把尺。往后，地地成佛。再往前面一点点，回来，再往后，下。有了，来了，牛逼！Power， 合作的力量，做这个要合作的。奥特曼，这个会不会抽到什么一百万、一千万的？我不懂呀，奥特曼我不太懂，我也不懂。只剩最后三个了，没有币了，朋友们，懂我意思？448个币用完，再补100个吧，188块，可以的呀，走。我勾出来了，这都能勾出来？好，哎，走，摆，我都不说话，就直接他们就懂了。好像不太好夹哦，但还是可以的，看好。I told you， 他都在那个边缘里夹币，他不就这样就一下就下来了吗？我 told you 的，我 told you 的，我最后三个，这感觉好难夹，这没什么受力点。你看，摆成这样了，就一个好吧？就一个夹屁股，我教你的。还剩最后两台机子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肯定饿了。正好这两台机子是吃的。我这个太简单了吧，使劲。你好，这还要调啊？我饿了，这真不一定好夹啊。我已经结束了。来，我出来了。人脉的力量，人脉锤子，杀红了眼。我朋友他说他有事找你，这你不会还夹？这过分了，这有点过分了。无剪辑痕迹啊！这个说实话太过分了，他主要看我们币快用完了，还有这么一点压下去。对，挑战成功。现在7:13，两个小时夹了26个机器，然后花费了476块，平均一个18块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哦。但是你18块夹一个这个吗？而且还是他给我们了很多帮助。没帮助的话，起码要翻三倍。但是我觉得寻求帮助是正常的，不可能不寻求帮助啊！这不是纯纯的大冤种吗？就是每个人来都可以帮助的。总结了一点点啊，这种圆的是最难夹的。哦，不规则图形的是比较好夹的。那这些东西我们就全部送掉，好吧？对。张宇不帮我们记，我们俩谁抓的比较多？肯定是我抓的多、啊，肯定是我多、啊。你哪多了？我一直在出、啊，都是我帮你抓出来的。没有，我多。你问弹幕吧，谁多？谁说你会去捡，是不是？你们弹幕把后期剪这个抓出来，然后拼成你的画面，以为是你抓的，不可能的。